大家好，我是志安。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免疫系统生平想跟大家分享。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认同，人呢是通过自体免疫能力而让我们可以每一天健健康康的生活。但今天要是生病了，我们就需要看医生、吃药、甚至打针，大家都不喜欢。每一天有数百万的病原体都会侵蚀到我们的身体，包括通过空气、水源跟食物，而里面当中包括什么呢？寄生虫、细菌、真菌、病毒、灰尘、烟灰跟花粉等等。而今天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是非常的奥妙跟精密，它在24小时里面都在保护着我们的身体。当然对外它开始拒绝了所有的病原体，不小心病原体去到我们身体里面，能不能够让这个病原体自己出来离开我们身体，它是不会的。怎么办呢？只有通过我们的自己本身的免疫能力把它打倒，把它打死了过后把它消灭掉，才能够得到健康。而今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最前线的兵队，就叫巨噬细胞。而且这个细胞很特别，为什么呢？它是很大颗，有很多的触须，而且它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因为它做了四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个保护我们的身体，第二个平衡我们的免疫系统，第三个它会清除老化和病变的细胞，第四它会修复细胞。让我们来解释一下，告诉大家怎样子这个巨噬细胞这四个工作。第一个，它如何保护身体呢？它可以抵噬甚至吞噬病原体。第二，当它在攻击其他的病原体的时候，它会通知其他的免疫细胞一起来攻击。然后第三，它会保护人的细胞。第二个接下去更重要的这个巨噬细胞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平衡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细胞，甚至当它在攻打过程中它会喊停，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停止攻击，而不会制造过多的那个抗体，而甚至多到会攻击我们自己的细胞。第三还有什么呢？它会清除老化跟病变的细胞，它会歼灭病原体，而且呢它会巡逻整个身体寻找那些已经病变跟老化的细胞，它也会摧毁它。然后第四呢，它会修复细胞。当然我们的身体每一天细胞都可能会受损，甚至会病变，甚至发炎，这个巨噬细胞的工作就会它会去修复，而且让我们甚至有伤口也会修复的速度变快。既然这个巨噬细胞这么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身边还是这么多人有生病，甚至有皮肤的问题，甚至抵抗力还是下降？原因是因为年龄增长，环境开始污染，然后接下去作息不正常，甚至营养不良，最重要是什么呢？精神压力太大了。也因为我们的巨噬细胞不活跃，而导致到我们的自体免疫系统整个失调，也就是说刚才我所提到的四个巨噬细胞的工作都不能够做到了。而今天好消息，就要推荐给大家这个许若多。而许若多可以说是免疫系统的维生素。为什么这么说呢？ Vitamins of Immunity， 也就是它有四个特点。第一，它的成分很独特。第二，它有专利发酵萃取过程。第三，临床的验证非常的强。第四，第一根尾翼在日本 Chitra 认同的成分。我们看看一下为什么它的成分这么独特。它就通过这一个小麦，而且整个发酵过程是专利的，而里面的成分就叫做 IPPA1。 所以为什么这个 IPPA1 这么重要呢？它就能够跟整个巨噬细胞的其中的一个 antenna，它的这个受体能够直接激活，就是说它会跟它把所有的 message 讯息告诉它，叫它叫醒它来工作。而且在2011年的时候，三名科学家也因为研发了这个激活免疫系统的关键而得到了这个诺贝尔奖。然后第二个，除了它的成分，它整个发酵怎么拿到专利呢？它就通过小麦萃取到这个 IPPA1， 当它去到我们的巨噬细胞被激活的时候，它可以做到什么？第一个，它可以抑制感染；第二，调节我们的免疫能力；第三，调节我们的新陈代谢，甚至让整个伤口的复原速度变快。同一个时间，它也可以减少感染、敏感、皮肤炎、高血脂、胃溃疡、骨骼疏松症等。第三，它有很强的整个临床的验证。怎么说呢？在市场上可能我们有听过，因为贝塔葡聚糖很好，然后呢，还有呢，小孩子生病给他喝乳酸菌有益菌也很好，都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系统。但是这个 IPPA1 的激活我们的巨噬细胞的效果竟然是强达1000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数。然后再接下来呢，它可以减少寄生虫引发甚至感染的死亡率。第二，
它可以减少我们的皮肤炎的问题高达71%，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所以在过去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都有很多朋友几天的时间已经可以看到那个皮肤的问题开始改善了。还有呢，就是可以有效的减少胆固醇。我相信胆固醇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蛮担心的，因为我们吃的太丰富了，吃的太油腻了，而且又吃宵夜，怎么办呢？当我们一服用了这个雪罗多，它里面的 IPA1 的成分就会直接激活我们的巨噬细胞去寻找 LDL， 就会氧化我们细胞的成分，把它吃掉，把那个氧化的成分把它去除掉，把它清除掉。也因为这样子呢，它不会让到我们的血管阻塞，甚至可以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产生。然后再接下来呢，它对减少胃溃疡也很好。我相信大家因为饮食习惯，甚至吃的不定时，都会有胃病、胃痛，甚至是有些是胃出血了。而这个许多多本身，当我们服用了过后，巨噬细胞开始活跃，它就会去修复我们的那个受损的那个胃壁，减少这个胃溃疡。还有接下去第一型的糖尿病，对很多人来说，第一型糖尿病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呢？是属于先天性，我们的胰脏的那个制造胰岛素的细胞被破坏了，而需要一辈子都通过注射胰岛素来过活的。而今天就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雪罗多服用了过后，它能够维持甚至延迟这个 type 1 diabetes 的那个并发症，已经帮到了很多的病人。然后再接下来最后一个，它是第一个唯一的日本 GITRA 的认同。什么是 GITRA 呢？ Control of Inner Immunity Technology Research Association， 也就是说这个成分很特殊，特殊到日本政府特地建立一个学会来跟进这整个研发。几时开始？从1982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它在过程当中到底哪一个博士、哪一个成分、怎样子的一个医学的研究报告全部都记载了下来，所以对人类产生了很大的贡献。所以许多都真的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维生素，也是免疫系统的生品来的。所以它里面也包括了这个产品的整个制造过程，拿到了 GMP， 也有了哈拉。对了，我们这些素食者来说，很多素食的朋友很好，因为呢是全天然植物成分的。谁可以吃呢？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免疫系统每一个人都需要。所以从小孩子开始，小孩子今天东跑西跑西跳，去了学校回来就很容易伤风咳嗽感冒发烧，而通过这个许罗多就可以直接提升他们的免疫能力，然后减少生病的次数，就算生病复原速度也比较快。成年人好像我们工作太繁忙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有皮肤有痒啊，皮肤敏感的问题，而通过这个许罗多就可以很快的改善皮肤敏感，同一个时间也可以缩短生病痊愈的时间。可能以前我们要一个礼拜甚至更长的时间，通过许罗多服用过后，可能3天不到，可能1-2天，可能很多人就开始康复了。然后最后老年人，我们家里的爸爸妈妈更需要。为什么他们需要？因为年老了开始抵抗力老化，开始抵抗力退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能力就需要被 boost up， 被激发，所以许罗多就可以帮到。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减少老年人的那个感染的问题。所以怎么服用呢？只要1天1包，对小孩子，成年人可以早晚一包。要是有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当成一个 boost up， 一个 booster， 可以增加到1天4包，可以有治疗的效果。所以对我来说，许罗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是一个看家本领。所以每一个人，不管家里有小孩子、自己，甚至是有父母亲的、老年人的、公公婆婆的，都应该准备这个许罗多，让他们改善他们的健康，而且能够每一天可以开开心心的生活。谢谢。